乒乓球鞋呢，我们是比较主张你不要选择太硬的底，然后呢，那个鞋的边不能是那种好像很宽的边，还有呢不能太高，因为乒乓球的步伐基本上都是横向运动比较多，所以如果那个边太厚或者是底太高的话呢，会让你容易扭到你的脚腕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在尺寸上面的选择，普通你如果是走路的球，走路的鞋或者你穿的皮鞋，那种都是穿的刚刚好。那么在打球的鞋上面呢，你选择最好稍微大半号，因为你在运动的时候，如果鞋子刚刚好的时候，你一运动你就会觉得比较紧，你稍微大半号的话呢，你会觉得刚刚好。